你的理财方式反映了你属于哪个信贷族，你又属于哪一族？他是 Sandy 想装修屋企，所以想申请贷款。 Sandy 是良好信贷记录的模范，他很准时还款，只用信贷额的一小部分，还个月还清卡数。他有很长的信贷记录，而且有用信贷监察服务，所以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信贷状况和评分。 Sandy 怎样才可以易点拿到较优惠的贷款利率进行他的装修计划？他应该维持现在的习惯，同埋利用自己咁好嘅信贷记录，申请一啲利息同条款好啲嘅信贷，咁 Sandy 就可以快啲整靓啲间屋，俾自己住得舒服啲啦。想知多啲点样改善自己嘅信贷状况，可以浏览 www.transunion.hk。